了解大英帝国的过去，编织半个世界的未来，拒绝无聊的历史，给你有料的故事。谢同学趣说英国史，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Hello everyone, you're listening to the podcast for the history of Britain. Hi, 大家好啊，我是 Joshua 老谢。上一条音频呢，我向你说明了为什么要听英国历史。那在正式讲英国史之前，我需要简短的介绍一些历史名词和英国的基本概况，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经常会搞错的。所以这一条音频我大概介绍一下，以便于在以后的节目中你将更容易的听懂英国历史。我们先说一下英国的国家代码。那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英文缩写是 CHN， 美国的国家英文缩写是 USA， 那么英国的是什么呢？是 UK。 这个 U 呢，大家都知道就是 United， 代表联合的意思。 K 呢就是 Kingdom， 就是王国的意思。那我们再来对比一下，这个美国的全称叫做美利坚合众国，对吧？那英国的全称叫什么呢？这个英国的全称里边就没有这个英字了，英国的全称叫做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也就是说它是由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组成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大不列颠呢，指的就是大不列颠岛，也就是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所在的这片岛。北爱尔兰指的就是大不列颠岛它的西侧，也就是它旁边的那个爱尔兰岛的北部区域。由于这个联合的国家它的历史起源于英格兰，而且它的国家元首也常驻于英格兰，所以我们中国人简称这个国家为英国。但刚才我提到了大不列颠岛上有三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其实在历史上他们都是独立的国家。那刚才我也说了，那大不列颠岛旁边这个爱尔兰岛的北部区域，北爱尔兰是怎么回事呢？在历史上啊，这爱尔兰岛也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呢，它被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征服过，所以他们就合并了。不过在1921年的时候，这爱尔兰岛又独立了，但是在英国的影响下，爱尔兰岛的北部区域依然是属于英国的，所以北爱尔兰就诞生了。那我说到这儿呢，你理解这四个地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他们不仅仅是地区，其实都是国家。现在呢，他们也有自己独立的国民议会，地方上也是自行管理的，但是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连为一体，所以英国实际上是由四个国家组成的。那为什么这英国又叫联合王国呢？重点是在这个王国上啊，是因为英国啊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目前呢，英联邦国家中有16个主权国家仍尊这个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为国家元首的。这就是为啥加拿大的最高行政长官叫总理而不是叫总统了。当我说到这儿呢，请大家不要误会啊，下一任英国元首还是个女人，这国家也不是这个蜜蜂只为女王打工，只不过女性同样在英国皇室中具有这个王位继承权。那下一任的英国元首就是这个查尔斯王储了，也就是戴安娜王妃的前夫。不过刚才我说了嘛，英国是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国王或者女王只是人民精神上的领袖，国家的内外事务呢，都是由这个英国首相啊、事务大臣啊以及议会代为处理的。接下来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英国的地理概况，你可以看一下这条音频下的简介，有一张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那个位置有两个大岛组成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那我说到这儿呢，有同学就一定会好奇了，因为经常会听说英伦三岛、英伦三岛的，这不明显是两个大岛而已吗？怎么会出现英伦三岛这种说法的呢？这个解释的版本啊就很多种了，但我觉得比较靠谱的啊，是原来清政府把英国的地理概念给弄错了。在1921年之前，当时的英国是由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组成的，
这个蓝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英语里啊叫 land， 比如说英格兰它的英语叫做 England， 然后苏格兰叫 Scotland， 是吧？所以都会听到这个 land 的发音。这个 land 呢在英语里表示大陆、地域，甚至有岛的概念，就大岛的概念啊。那英格兰、苏格兰以及爱尔兰这不有仨兰嘛，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叫成了英伦三岛。那说到这儿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听过不列颠，也听过大不列颠，你看多了一个大字，那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那到底是大不列颠大呢，还是不列颠大呢？我可以给你三秒钟时间，让你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好，我觉得一定会有朋友告诉我是大不列颠大，因为大北京嘛，大上海嘛，同理肯定是大不列颠大咯。其实是不列颠大。我们先说这个大不列颠啊，大不列颠刚才我说了，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所在的那个大岛。这个大字呢，在英文里用的是 great 来表示的。great 这个英语单词呢，表示是伟大的意思，所以侧重的是英格兰所在的那个岛很伟大。我曾经呢问过一个我英国的朋友，我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叫 Great Britain 啊？然后他跟我说，他们是为了区分和法国的布列塔尼，所以说叫做 Great Britain。 那我说为什么一定要用 Great 这个词呢？为什么不会用这个 Bigger 或者说叫 Larger， 就是表示体积大一点的词呢？然后我这个朋友就很内敛的笑了一下，然后跟我说他也不知道。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懂了，这个大不列颠中的大字完全指的不是面积。那接下来我再告诉你一下，不列颠指的是哪儿？不列颠呢，指的就是大不列颠岛加上爱尔兰岛，再加上乱七八糟的那些小岛，叫做不列颠群岛，简称不列颠。所以说到这儿，你是不是知道大不列颠和不列颠的区别了？也就是大不列颠在不列颠之内，不列颠包含了大不列颠。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史前英国，或者说严谨点说啊，史前不列颠群岛的一些状况。那说这个之前呢，我还得普及三个历史名词，就是史前、公元前和公元的意思。那大家一听史前文明，难道觉着我是要讲这个恐龙白垩纪时代吗？有这种想法的同学啊，我觉得你可以洗洗睡了。史前就是有人类记录的历史之前发生的事情。我这么解释你可能会觉得不太听得懂。我这么解释吧，史前的意思啊，就是一段历史虽然没有被人类记载，但是通过后来的考古推导出的结论叫史前。那我们再说一下公元前。公元前呢有这个英文缩写叫 BC，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外国电影会看到下面写个1000 BC， 意思是公元前1000年。那说到这儿呢，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你知道 BC 是什么的缩写吗？我提示一下啊，这个 B 呢就是 before， 也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前的意思。那这个 C 是什么呢？知道的同学请马上说出来。对，没错，就是 Christ， 也就是耶稣的意思。 BC 呢就是耶稣出生这一年之前叫公元前。那上帝苏哥出生以后就开始叫公元了，也有一个英文缩写叫 AD。 A 是代表什么呢？我估计这个时候会有朋友跟我说 after 是在什么什么之后那个意思，和之前那个 before 作为一个对称嘛。不对啊，如果是 after 的话，那就叫公元后了。你们听说过公元后2018年这种说法吗？ AD 啊其实是 Anno Domini 的缩写，它是一个拉丁文，表示的就是耶稣出生这一年。那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呢，公元2018年的意思就是上帝苏格保护这个世界已经有2018年了，从未离去。
好，普及完这些历史名词呢，我就说一下史前的英国了。有正式记录英国历史其实是从罗马共和国第一次入侵不列颠时候开始的，也就是公元前的50年左右。那说到这儿呢，我就得暗爽一下了，因为公元前50年左右啊，是我们东汉光武帝刘秀统治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中国，夏朝我就不提了啊，但商周、春秋、战国我们都演完了，而这个时候的不列颠群岛还是史前文明呢。但我这么说完，你也别觉得这个不列颠群岛史前是空白的啊。经这个考古证实呢，在50万年前，早期的人类海德堡人就在这里生活过。后来又过了20-30万年，这个尼安德特人也在威尔士住过，然后就到了现代之人，就在这个英格兰的德文郡山洞就正式拉开了这个旧石器的时代。那我说到这儿，肯定会有杠精要问了，英国不是个岛吗？那人类是怎么过去的？那个时候人也不会造船，难道是游泳过去的吗？还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觉得问这样的问题的同学真是你非常杠精。其实啊，英国这个地方在10000多年之前是和欧洲大陆相连的，后来因为这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冰山冰冠就融化了嘛，就使这个海平面就升高了，所以才形成了不列颠群岛。也就是说并不需要造船，当时的那些古人类呢就迁移到后来的这个不列颠群岛了，这也就形成了现在英国的古代史前文明。那不列颠的史前文明还是比较神秘的啊，就比如说现在英格兰那个举世闻名的巨石阵 Stonehenge， 据说那个巨石阵呢在5100年前就开始建造了，整整修了1500年，前800年呢是修了外围这个沟渠和土台，之后的200年呢是搬运了中间那些石柱，再后来那500年呢是重新排列了这些石柱，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当然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是一手新品原厂包装的了，因为毕竟也经历过3000多年的风吹洗礼嘛，也是残缺不全的了。但是当初巨石阵的这个修建方法和它修建的功能到现在也是无人知晓的，也是众说纷纭的。有的说呢这个巨石阵是祭坛祭祀用的，还有的人说呢它是一个可以产生神奇治疗功能的康复中心，还有说它是一个墓葬群，还有说它是一个召唤外星人的基地，这个就比较扯了啊。总之巨石阵的修建已经可以说明当时这个社会文明已经产生了一种有规划的社团型活动，古不列颠的社会凝聚力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那这个巨石阵修建说明了这个不列颠的古代文明发展的比较早，那为什么英国的历史起步会比较晚呢？这主要是这个不列颠群岛啊和这个欧洲大陆被这个英吉利海峡所隔断，所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英国和欧洲大陆是脱节的，就处于一个长期的文化断层的时代。直到刚才我说的公元前50年左右，罗马共和国对于不列颠文明的这种植入，这才使不列颠群岛回归到了欧洲历史的发展当中。OK, that's it. 好了，我们先讲到这里。今天主要是向大家做了一下英国国家和地理的基本介绍，还讲了一下不列颠的史前文明。那从下一条音频开始呢，我们将正式的开讲英国历史故事了。我将从第一单元古罗马对不列颠文明的植入开始说起，期待你的收听哦。节目的最后呢，我提醒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专辑，因为还是那句话，了解大英帝国的过去，便知半个世界的未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英国吧。 What I want from you is empty your head. Well, they say be true and don't stain your bed, but we do what we need to be freeAnd this leans on me just like a rootless tree. What I want